好，接下来接电，几个机器之间的电线的一个连接。好，开始。现在是第一台机是吧？第一台机，然后这个是连接线的零伏跟叉五嘛，就是对接这里的，然后从这里穿上去，这里有个对插的插头，然后从这边拉过来。拉过来，然后这里有一个也是一样的零伏跟叉五，然后这里也是一个零伏跟叉五，然后这里也有个零伏叉五，就这样，零伏跟零伏对插嘛，这样零伏，这样零伏跟零伏对插嘛，然后这个叉五跟叉五对插，然后这边第一台跟这台喷豆机就已经连接成了。然后就放回这里，然后另外一条就是它有一条长的有一条短的，这个就是 X15 跟零伏是第二台机的是吧，然后就从这里拉过去传到上面去，然后这边还有一条也是对插的线，也是有信号点的标号。这条嘛也是一样有信号点15跟零伏，然后把上面那条线拉过来，把这条线拉过来，也是一样的零伏对零伏插，这根零伏跟这根零伏之间颜色是一线颜色是一样的，对插，然后黑色的线也是X15跟X15对插，然后已经连成奋斗机已经连成第二台机线了，把它插进去，然后它这里原出厂原本就也是做好信号了，X15跟零伏两个线都不动它的，然后你就是从上面对插就可以了，然后到第二台机，要回到奋斗机那边去，然后这个是长的，就是最后面那台机的，也是一样有个标签零伏跟X16。它溜就长一点，就要拉过来。你从后面吗？从后面倒过去。可以。嗯。这里溜过去了。对。然后从后面走。对。然后把这，把这条线嘛拉到最后嘛，是吧？拉到最后面。拉到这里之后呢，这里也有一条那个对插线的，有一条对插线它会放在里面的，然后你就这样，也是一样零伏，这样零伏跟零伏颜色线跟颜色线对插，然后这个是也是信号点X16，这边是X16对插，整个连接的机器就完成了。电，连电，连电，嗯，连电的话，我们现在就是每台插头有个电源插头嘛，嗯，然后就是插上插，插到那边去，那边不够，这里有插头，是有两个插头。那我们客户这边没有机器怎么办？没有插头怎么办？没有插头拉插排吗？对啊，你插排呢？插头没有，那我拉个插排过来，是吧？